来，鸭子，这个汤吃。鸭不能吃，儿子。为什么？你这有清水洗的吗？不行，来，得用这个果蔬机哈，果蔬洗菜机，家人们哈，来转起来，来接上它。它现在你知道吧？现在这个瓜果梨桃必须离不开农药。它现在有很多农药残留物，你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清洗这个对，来站起来。对，家人们，你看了吗？哈，当上以后，它不像它现在种瓜种桃，不像咱以前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岁数，知道吧？嗯。不打农药，现在不一样，浸泡，咱里边浸泡，把它融化了以后浸泡一会儿，知道吧？哦。把它浸泡一会儿。这哪买的？你这是？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哈，这个一会儿还没洗完了，儿子，把它浸泡，把这上边的那个这残留物都把它洗下来，浸泡上几分钟，家人们。浸泡上几分钟以后，味儿还老清香。它这个味儿还特别清香，家人们哈。有需要的家人，你端着小盆儿；有需要的家人们上咱小黄车拍一下哈。应该是这一块。咱下方小黄车里有吗？对，咱小黄车有哈，家人们。哎呀，刚好来这多少？浸泡一会儿，我跟你说哈，泡完了以后，这个水哈还可以泡别的啊，家人们。因为它这个东西哈，残留它，你多洗上几遍哈，多洗上几遍就可以吃，家人们。多泡上几遍，现在很多老铁都在使用这款果蔬洗菜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很多老铁都在使用啊？我不知道那个别人这个味儿特别清香哈、啊，家人们。哎，起来，儿子。我不吃了。如果有需要的，家人们可以上那小黄车拍一下啊。哦，好嘞。你看，吃那沫，你看那沫，你看漂漂白白的，你看那沫，你看洗的，你看洗的，你还洗那水果啊？鲜亮不？新鲜不？它有的现在水果上哈。太歪了，它有的现在水果上有的那个水果现在有的大辣干嘛的，你知道不？大辣的，用它浸泡上几分钟，起来儿子，浸泡一会儿，对，好了，把它冲洗下来去吧，给爸爸冲洗下来就可以吃了。就是家人们啊，到了这些吗？啊，到了，家人们啊，到了这些，有需要的家人上咱小黄车可以拍一下哈，它这个是果蔬餐具机，家人们啊，这一块特别清香，家人们特别清香啊。妈妈，哎，爸爸把这些水。落下了啊！落下了，你爸给你冲洗了，冲洗该吃了。一二三，嗯，就落下三个人。啊，家人们啊，妈妈，需要的家人上咱小黄车去拍的啊。嗯。